方向方向。麦当劳。啊。United States Post Office， 这是邮局。你得找一个麦当。对了，六分钟就到了，想找什么洗手啊？提前。就你这么开发，六分钟能到？哎，我要不剪掉怎么办？他是显示六分钟差到多远呢？那开这么快有什么用？他是不是上工了？咱刚才是到他的市政府那儿，他市政厅旁边有个就是公园，然后搞一些义卖，搞一些什么活动。鬼子，你要做噩梦了。哎，他这目的不小啊。他这城市人都买到这儿。对呀、啊。你想他要是有个一百年多少年？刚才是他的学校。这房子不错呀，这房子。你看这右边这花园。这在来萨克门多的路上。对。消防队，呵呵，消防车。叫转圈儿，又走了，等会儿又拐了，又左拐。估计这个城市有个几万人吧。就在这个路上，他在商业街上吗 ？7-Eleven 有厕所吗？有啊，有，没有有。他给不给人？那不，左边。你中国人，他不给。咋不给？给。Restroom 都可以的吗？操你！我就不相信，你要直接去奔厕所去。你还他告诉你，你不让中国人去啊。你说厕所，他肯定不知道，不会让你去。
我不说，我直接就看厕所这个。不是你说中文厕所，他听不懂。啊，这个摸，这个摸下面。这是个摸，啊啊，这就对了，摸就对了，是吧？对呀。啊，有个 rus。那不福特斯吧，那不在那儿，那不白字，白字是那个，哪个？那个右手。对。X 座啊？右手嘛，那不什么座？正对着。这个白的。波菲，旁边是波菲。白字那个。嗯。你可以选停车位停车了。是不是他那号1415？不管是不是，先上厕所再说。